家醉居酒屋起源于日本，它的日文名字是哈基药饮，就是相扑的意思。八家醉居酒屋是传统的日式风格，本店开业于2007年3月28日。本店主要经营生鱼四喜、烤物、炸物、日式拉面、日式调酒、西式调酒、西式甜品等。八家醉的招牌菜，它的名字叫奥义女儿，它的主要原料有金枪鱼、三文鱼，还有红鱼子、油里果等等。那它的主要特色呢，颜色搭配合理，口感呢入口即化。然后它这主要的形色呢，象征着咱们奥运那个2008年这样而形成的。